神偷包裹又回来啦！大家记得之前在网络上流传了一个有趣又好玩的网页游戏吗？现在神偷包裹又要推出续作喽！才刚收集到证据，将犯人抓去里面蹲，马上又出现了邪恶的科学家，要在和平的城市里面建造生化武器的制造厂。各位玩家们可要扮演小胖包裹，一起揭发邪恶的阴谋啦！神偷又来了，延续前作《神偷包裹》这个好玩又免费的网页游戏，这次又很老梗的有新的威胁出现喽。在《神偷包裹二》中，包裹生活的城市里，突然无预警的出现了一间研究生化武器的公司。身为义贼的包裹，当然要潜入大本营，找出背后庞大的阴谋与犯罪证据。游戏中，玩家要扮演小胖神偷包裹。利用方向键来移动，看到柜子或是储藏空间，还可以顺手牵羊赚点零用钱。各种解谜的仪器也是需要动动脑才能通过的哦。玩家要试着解除许多警报设备，像是红外线感应器、监视器或是保镖、僵尸等等，只要触动五次警报就算失败，考验着玩家们的智慧。而通关后还能购买道具，像是让监视器失灵的道具等等，好玩又丰富的元素就等着玩家们来挑战咯。